现任的郑丽坚会长，还有新上任的李纯敏会长，我们上台印信交接。那我们也紧接着请总监会我们新任李会长披上职务带，来印信交接。首先先印信交接，来我们请大家用掌声来恭喜这两位的会长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两位会长哈。那我们请总监回座哈。那我们包括现任会长这一间的师姐的纪念品。那我们就这个官方纪念品等一下会餐的时候再来执行啦。我们现在请我们新任会长来致谢词。恭喜我们新任的会长啊，总监团队以及各位领导师友、各位贵宾，大家晚上好。今日新红本会34周年新现任会长交接典礼，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。尤其在这样子的疫情影响下，各位贵宾以及领导师友还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，共襄盛举，真的让我会倍感无限光荣及感动。优美狮子会的姐妹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有热忱。自从加入了优美狮子会，也让我了解到国际狮子会除了是各地区民众互助的桥梁外，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大家团结一心，致力于社会服务。非常感谢郑丽坚会长以及历届的前会长们的推荐下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。在接下来的一年，传里有非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也希望各前会长们能够不吝指教，协助存林推动会务，帮助平埔完成5大项社会服务，以实践8大宗旨8大信条的精神。我想在优美会的前会长以及所有师姐们同心协力下，未来的一年优美狮子会也能再创高峰。最后恭祝全体与会嘉宾健康常驻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新的会长平时他可就非常热心公益、广结善缘，趁在他领导之下，我们优美狮子会也一定会有非常有出色，在新的一年即将有新的展面哈。也希望我们各位领导师友以及我所有的贵宾，给我们新上任的会长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唱我获得狮子精神，来，请所有的人站起来。